我朋友过来了，上我家，我闺蜜，然后过来跟我喝酒。她天天跟闺蜜勾肩搭背的，对人家无限献殷勤，那是不是都你干的事儿啊？不是，主要是她闺蜜爱喝酒，然后吧，完了喝酒完她耍赖，她不喝，是这样的。不喝就搂脖，就这样搂脖，夸夸往里灌。你知道你是男的吗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不知道吗？这我是觉得好。那我什么时候我出去跟哪个男的，我又搂脖又干什么了？我动手动脚过吗？你别说那事儿，半夜出去喝酒就告我同事聚会，回来脸上带个口红印的，是不是你？那你告诉告诉我，你口红印哪来的？主要是，就我也不知道。他就告诉我不知道，真的，人家回家的给我解释就是我不知道口红印哪来的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那照片还在我手机里存着呢，早晚是个事儿。主要是我也喝多了，当时也就那都是你喝酒引起的，天天的还怪我。啊，说我没啥事儿，我生气，我大吵大闹的，我爱摔东西。我为什么摔东西？你说一说。就是他原来啊，就是我们俩一生气啊，就我每次喝完酒，他有一个环节，他都骂我，然后我都不说话。但我不说话吧，我属于冷战嘛。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你不，咱俩不要冷战啊。他说你就跟我吵，然后我也合计，我尝试一下跟他吵。完后来发现吵了，矛盾升级了，把家给砸了。然后我呀也躲到一边，我也怕东西砸到我。然后，我这人我脾气本来就有点暴。然后后来吧，我就不敢吵了，只是我觉得吵完之后矛盾会升级。后来又是他骂我，我就不说话嘛。然后他老说我，他说他为什么我一骂你你就掉个脸呢？那主持人我就问一句，那骂我我还不能有点表情吗？我不敢说话，我还不能有点表情吗？是不是？那明明是你不对，那你就不能跟我认错吗？你认过错吗？你他老说我不哄他，他说那意思就是他骂我的时候，我得拿一个笑脸去哄他。我就当时我就想，我怎么能有个笑脸去哄他？那是不是因为你不对吧？因为你出去喝酒了，我不高兴了，然后咱俩才吵架的，对吗？就听得很轻松，但你仔细琢磨吧。挺可悲的，就这个婚姻的内核已经飞掉了，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，女人可以原谅男人的所有不作为，对吧？没作为嘛，你为这个家贡献了什么呀？我，你为这个家贡献了什么呀？我就觉得，你别觉得呀，什么也贡献不了，钱给不了，爱给不了，对吧？就是对这个家是没有任何贡献的，然后你也是特别奇怪。就这种老公还要把他找回来啊？因为现在有孩子，直接离了呀。那孩子有爹和没爹不是也一回事儿吗？爹也天天找不见，早上五六点钟回家了，带着一嘴酒气哄孩子，那是哄孩子吗？那不是撒酒疯吗？想也想不出来啊。因为我感觉现在孩子也是太小了，所以我想让他改改他这些臭毛病。不是你自己没有个端正的态度啊。她跟你闺蜜那样，还当着你的面，这连基本的掩饰都没有了。就是我有点习惯了，她跟我哪个闺蜜她都这样。那还能说啥呀？哎，我就是你接受吗？其实说白了还是你接受吗？